蜗牛探西游第341期文，千个蜗牛散步，妖怪都是凶的异常的，吃人不吐骨头，但在西游记中却有的妖从来不吃人，但最后却被凡人所吃，比如黄狮精，有的情绪高雅也没有吃人的习惯，但最后依然死于非命，比如杏花精，有的只做了一点小恶，但死得非常难看，万劫不复，比如白骨精。还有一对妖怪，他们对母亲非常孝顺，不过他们的母亲却死得很难看，可以说是他们带累了他。不过让人疑惑的是，他们下界为妖，为何会带上老母亲呢？没错，蜗牛说的就是金角银角大王。在原著第34回，两大王把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僧抓住，但却被孙悟空骗去了葫芦和净瓶。消息传回，金角大王大为生气，银角大王安慰他，还有七星剑与芭蕉扇在我身边，那一条黄金绳在鸭龙山鸭龙洞老母亲那里收着，如今差两个小妖去请母亲来吃唐僧肉，就叫他带黄金绳来拿孙行者。但是两只妖怪巴山虎和倚海龙刚出洞就被孙悟空打杀了，孙悟空变成他们的样子去请老奶奶。到了之后，他们有段对话，孙悟空骗开门见到了老妖婆，说明来意，老妖婆十分高兴，大喜道：“好孝顺的儿子。”然后叫小妖准备轿子。孙悟空心里还嘀咕了几句：“我的儿啊。”妖精也抬轿，老妖婆坐在轿里准备出门，回头一看，后面有几个小米怪，捧着简装，端着镜架，提着手巾，拖着香盒，跟随左右。那老妖婆道：“你们来怎的？我往自家儿子去处，愁那里没人服侍，要你们去献擒他嘴，都回去，关了门看家。”那几个小妖果就回去，只有两个抬轿的。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，这老妖婆不像两童子拜的干妈，两妖对老母亲特别信任，所以把黄金绳放在他那里。老母亲也对两妖特别信任，孙悟空变的两小妖，他没仔细考察就跟着前去赴宴，而且不让其他小妖跟随，连贴身保镖也没带。当然他的结局也是悲惨的，被孙悟空一棍打死。推出轿子一看，是一个九尾狐狸。综上所述，这老狐狸绝对是两童子的亲生母亲。有人说两童子下界来为了站稳脚跟才拜老狐狸为干娘，其实是不对的。首先，太上老君门下童子即使在凡间地位也是非常高的，更不要说是妖界了，他们占山为王，哪个敢来欺负，何况他们还带了那么多宝贝。其次，他们即使要结盟找干亲，也不可能找势力那么弱的老狐狸，无论是九尾狐还是胡阿七大王，本事都差劲得很，一上场就被打杀，所以这老狐狸一定是他们如假包换的母亲。但问题是，他们下界出公差怎么能把母亲带着走呢？其实我们的思维出了偏差，而是他们的老母亲本来就在鸭龙洞，他们只不过是回到了老家而已。这说明这两童子上天之前本来就是平顶山的狐狸，